天算完全正常啊。好像这边有卖饮料。石冈很有名的鸡排店，而且他有卖冰哦，他的名字是叫冰站哦，但是他有卖很好吃的泡菜鸡排，哎呦，来吃看看。Yes， 早上到了。哦，神冈总店。
陪尿，我看一下，嘿嘿。哎，现在请问现在没有这个套餐了哈、啊？这是之前的哈？对，这是之前的。哦，以前的四号餐你就画柠檬鸡排。哎、五号有吗？那个五个鸡翅的。用单点的比较便宜。哦，好。4-5只100，然后再单点百叶。好，谢谢。如果你要，因为它以前是咸酥鸡，现在没有卖那个，可以点一个泡菜咸酥鸡加一个泡菜百叶，再单点鸡翅5只。好，谢谢。这样价格跟以前差不多。好。然后变成它是鸡排，分量比较多。哦。嘿，好，老板娘，好的。好，来，嘿。那柠檬鸡排要切吗？都不切，都不切。不用切哈，一个柠檬，一个泡菜。对。然后甜不辣，鱿鱼各一份。对。476。好。天水拿一份。Thank you.